Brian 这一次呢又要来帮我化妆啦。我呢再也不是当年的我了。没有啊，那种就可以遮吗？不要吵。拍大力拍，耶、yeah ！不要这样大力。放什么屁呢？我是米斯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没有错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就是素颜的状态，没有素颜、啊、因为事隔多年呢 ，Ryan 这一次呢又要来帮我化妆啦。我呢再也不是当年的我了，我已经帅了很多，并没有。OK， 我今天就要给 Ryan 一个挑战，因为他现在有时他自己也是有点化妆了，所以我相信他的化妆技术应该是有进步了啦。所以你今天呢，就是要来挑战，把我平时的妆容画出来，就是我一步一步教你。没有啦，你平时都不用化妆，你都很好看的啦。因为当年是我给你自由发挥，然后就是乱来的。我没有乱，哎，讲真，我没有乱来，我很认真，只不过不懂为什么画到你脸上特别难看吧。那个叫认真。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。我跟你在一起七年呢，有时候啊，人家会讲，哇，米斯脾气很暴躁，你能想象看吗？我要跟他在一起七年，五年，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？我们来第一个步骤， okay. 第一个步骤呢，你先挤我的粉底 ，OK， 如果你跟我画到九进步，我给你一千。可是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画到烂，你给我一千。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要退步是很难的。没有，你不是你就是，如果乱乱画，你就给我一千。OK， 我告诉你我的做法啦，通常我会挤一点那个这个叫什么粉底液在手上，然后在手上搓开先。我通常都是看上去。你看这个手法跟当年的他有没有进步一点？当年的他你是这样，一样。我记得你这样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怎么样放？我还会，因为现在手上还会有一点余的嘛，就不要浪费。你要拿那个喷，这个最重要的步骤，不然的话会卡粉。因为我是干皮，喷在 sponge。不是，我是喷在脸的。我叫你，我的方法是喷在 sponge。喷在。OK OK。不要吵那么多。你还是拍要不够大力，要这样子。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，等下一次等下对你的对你皮肤没有啊，那种就可以遮吗？不要吵，吵要死。哦，这个就是米斯的 concealer 中文叫遮瑕膏啊。一点点在这边，一点点就好，因为这个很刺色。我想比例中值。OK， 然后这边我有点黑斑，然后这边是。哎，不会教化妆师教化妆了。没有，你不是化妆师，今天是你帮我化妆。这个不要喷水。然后拍，不要甩，把它拍，大力拍，耶、yeah ！不要这样大力，我叫你大力，不是这样大力，这样子看。大力拍，不要这样大。OK， 你 feel 我的。OK， 我 feel 到，我 feel 到了，你。哦。这样。OK OK。OK， 我给你看你是怎样，你是。这个是比较浅色一点的 concealer， 是可以当做提亮的，就好像来提亮我们的泪沟啊、法令纹，所以这个也是弄一点点就好，就涂在我泪沟 ，OK， 帅一点 ，OK， 对，一点点，再一点点就好。你的一点点是多少？就是真的一点点，就是这样子一点点，没有这样少啦，就一多一点，不是帅 ，Dad。他们讲化妆很像画一画这样子，果然是啊，还要拿这种水彩笔这样。我身上没有均匀这样。均匀？哪里有不均匀？可是也 OK 啦，因为我皮肤好。通常这个时候呢，我会出门的话，我就会放蜜粉。可是因为今天就在家，就不用放。OK， 因为哦，你们看我的眉毛，我现在很细，是因为哦，我的眼距这边哦很窄，所以我想要它宽一点的话，所以我就把我的下面的一半的眉毛给剃掉。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呢，就是要把我的眉毛的上面的地方画上去。你懂我意思啊？这个眉毛画法很好，因为是这样子画的。OK， 可以类似，可是你可以加厚一点，然后后面可以加长一点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大概吧。然后你就拿那个眉刷来。眉刷有什么？这边拿刷一下。干嘛要刷？因为给它自然一点。你都没有毛了，刷不？就是给它晕染进去，快点。这样子刷。眼影，先用最浅那个颜色画我全部这边，画完我整个眼窝。眼窝是什么？眼窝就是你。哦、就是这个、，OK， 就是打底吧。打底 ，OK， good。好。OK， 然后可以，啊、你可以学贝写这两个颜色画在眼尾。哎呦。可以，你给它晕软就好。OK， 然后你一直这样子来回这样子晕软。
这样子啊，来回这样子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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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然后用那个 bling bling， 这两个 bling bling 选一个，然后放在眼睛中间，就中间这边。喂，你看这么你画到下来，你一定要晕软。要晕软了啊！刚刚我不晕软。你要这样子 ，OK， 我示范一个眼睛给你看，你要这样晕软，这样子给它刷上去。OK， good。所以你这个眼睛你自己刷，给它边缘晕软。然后现在什么眼线呢、啊？画那个眼线。眼线眼这个。嗯。然后你非常简单，你因为我这睫毛关系，所以你画在我眼睛后面就好。哦，我懂了，那个一二三，抽你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抽你，有吗？有吗？去看，你去看，你去看，我不懂，看不懂。自己看先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屁啦！有，抽你有。可是我睫毛很乱。你不要擦掉啊！一二幺零，抽你。哎，是真的好看，是真的好看嘞。真的没？你自己看。哇，不错哎，这抽你。是不是真的？我没有骗你，走你 OK， 真的好看的，我帮你。我擦，那个斑马的啊！怎么这样鬼多东西？跟你摆了位，跟大家讲一下，为什么我化妆可以那么厉害？你看连那个一二三走你我都懂，因为我最近已经变成一个美妆主播了。博主。哎，对的。其实在这边呢，也是顺便跟大家讲，有个好康介绍给大家，就是最近我跟米斯都非常非常爱玩的一款游戏，叫做 Life Makeover。OK， 我们再穿插一下广告，因为哦，真的是要推荐这个游戏给你们啦。对，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化妆的技术可以到那么厉害，还有我的审美观可以变到那么厉害，讲真的，很大功劳就是来自这个 Life Makeover 的这个游戏。我跟大家讲 ，Life Makeover 这一款呢，是一个社交模拟 RPG 的游戏，你可以在游戏中填各种那种。生活的那种元素啊，包括家庭的建造啊，时尚的穿搭以及社交的系统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建议大家。真的是很好玩，而且哦不止好玩哦，它整个 concept 整个动漫哦都看起来非常的可爱，然后你玩了之后心情也会变得很好的那一种。然后我跟大家讲哦，最近那个制作组也是有更新了新的版本哦。然后跟你们讲，这一次呢，他们有两套非常好看的时装，然后可以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两套五星的衣服哦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如果你们是喜欢打造自己的家园啊，打造自己的角色，这个游戏非常适合你们。各位看一下这个游戏啊，它最好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打造我们想要那种角色，真的是很美。你们看它的那些妆容啊，还有他们的那个服装，全部都很精致哎。对，你看啊，它现在我去它的连身区那边了，你看它连身区还可以选，很好看。你看这种是比较帅帅，很 smart 嘛，这是。你看这种。哇，仙女，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很有那个 sense， 那种 fashion sense， 他们 design 这个游戏全部都很可爱，很好看。哎，这个很像米斯的那种穿搭，不是？你每次很喜欢穿这种可爱可爱啦，卡哇伊卡哇伊。很可爱。可是好像这些连身裙的话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我最喜欢这个吧。这个。我觉得这个很好看诶，就很那种公主啊。对，真的是很美。仙女的感觉。你看，我们选好了，然后我们还可以保存。嗯。对，我们保存了，然后你看我们回去那个公主穿这种，你看整个就是很仙气飘飘的感觉，很漂亮哎。然后哦，除了可以换衣服之外呢，你也可以换它的发型的。然后你看它发型有很多不同的那种造型啊，还有颜色，真的是很好看。然后有除了非常好看的时装呢，他们也是有便服的，好像类似这种，就是比较轻便的，很好看嘞。哇，哎，真的是从很隆重到真的是那种很 casual wear， 连丝袜都。有哦，哇，真的，你们啊不用去什么淘宝啊，看到怎么穿搭，在这个游戏是你可以任意穿搭，你可以给你的角色穿你想要的。然后还有鞋子，还有包包啊，哇，手表啊，哇，那种装饰品是啊，哇，非常好看。除了那种服装啊，那些首饰嘞，我们还可以改变它的妆容啊，就好像我现在我帮你是这样子，你看，哎，今天我要它可爱，我就把它画可爱哦。来看一下脸型，哇，你看 zoom in， 看它脸型，哎呦。这个很 cute， 哇，这个很像那种小猫咪，有没有？嗯，来，我们可以改变它的瞳孔的颜色。来，你要什么颜色？嗯，可以 try 蓝色。哇，蓝色很好看，很好看，真的很好。哇，哇，紫色也很好看。哇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哦。然后来到我最喜欢这个游戏的环节，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建造我们喜欢的家园，就好像我跟我大家讲，因为我是很喜欢物质这样的东西，就好像比如说我的家怎样怎样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那时候我们设计了我们的家园啊，看一下，现在这个就是角色在我们的家里面。然后各位看一下，我们还可以自己就是设计你想要什么家具啊，然后摆在哪里啊，就是整个就是活在这个游戏里面当中。你看，我们还可以让它走来走去，我叫它去冰箱，哎，我们可以烹饪一个健康果子一人份。
它就会过去烹饪，它就过去那边，真的很好玩，很爽，你知道，就是来，我真的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。而且你看，它会打开冰箱那种，对，你看，它还在那边切肉、切菜。觉得这个洗手间少了什么？你觉得？你觉得？镜子。你看那个时候，我跟米斯在设计这个洗手间的时候啊，我们都觉得这样子已经很够了，然后啊，我越看越不对劲，你会觉得。没有浴缸啊，是不是？是时候加一个浴缸，我们就可以自己建造。OK， 你喜欢哪个浴缸？我喜欢这个。这个浴缸啊，旋转 ，OK， 放在墙壁，加使用浴缸。哇，来，我们要什么？泡泡浴，梦幻啊，梦幻浴。来，哇，他真的在洗澡哎，各位 ，Oh my god！然后这款游戏呢，可以促进大家社交的关系哦，因为它是可以连接到国外的玩家一起玩的，或者是你可以邀请一些朋友啊来我们的家园一起互动。好了 ，OK， 所以现在介绍完毕，说、so, 你明白为什么我这样厉害还没有化妆？所以你要继续把我画到像这样好看、啊。来，快点，现在你要把你画成。你会不会把我画到游戏这样好看？我要比那个游戏的角色更好看。算了啦，你的话就算了。卧蚕，这是卧蚕 啊，卧蚕笔啊，这样子画，你看到我的卧蚕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啊，画一条线，耶、yeah, okay, ，对啊，然后到卧蚕提亮，哟、啊，一个卧蚕画，没有，刚才画卧蚕阴影吗、啊？所以你是在要画那个 bling bling 在我的卧蚕那边，来来来啊，喂，怎么你画到妹妹这样？这边可以的，我帮你去涂均匀它，你没有，你这么画到这样下。Okay,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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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打开，然后它类似有两条线的，各位看，它类似两条线，它不是类似，它是两条线啊，所以你就要轻轻这样子画，好像画那种有睫毛的那个 pattern， 在眼睛那边画睫毛，嗯，画什么屁了？可以可以，来，最后是腮红了，来腮红，没有还没有最后 ，OK。腮红哦，通常我的画法、啊、我是打在我的眼睛的下方这边。OK， 因为哦我的脸很长。嗯，我懂啊，是这样，走走走走走，没有啦，你就这样子在这边。OK， 然后这样子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嗯，有一点冰冰冰，这个。啊，然后哪一个颜色？拿这个。好。嗯，然后画。画什么？画鼻梁出来。我看。拿一点点 highlight 用手指。哦，这个就是那时候他们讲你鼻子为什么有 tissue 是吧？哦，把那个轮廓画出来是吧？各位来了来了来了。好，各位到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口红啦。口红要怎样？没有，你没有看我的 IG reel， 我没有讲要画口红。我懂。屁啦！我几次是得。我有看。我没有得咯，我直接这样子涂了。你要画上面一点点出来，因为这样子的话有封唇的效果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成品，这个就是我的 life makeover 的 character 了。嗯，我觉得远远看是可以啦，可是如果我近近的话就很好笑，尤其是那个眼睛的部分有点，你这个都没有画进去，你很好笑哎，我的眼线怎么？可是比起以前真的是进步了，还是因为我一步一步教。OK， 说算是挑战成功啦，也是挑战成功呗。挑战成不成功就让观众们来决定。你们觉得 Ryan 帮我画的这个妆好看吗？跟 OK， 到最后也是跟大家讲，不要忘记 Life Makeover 的游戏的全新版本已经正式上线啦，不管是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都可以下载哦。可以下载跟我一起玩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，建造自己的家庭、家园还有角色，很爽啊！